乘以三香堂多款新香上市，最近推出上好材料等级的汶莱沉香线香，旖旎系特有的浓厚气味，狂野又奔放。手工制香是乘以三的招牌，也是我们的特色之一。手工制香并不困难，技巧是越做越熟练的，需要的是耐心和对香的态度。喜欢它，用心去做，就会是好香。边做边认识材料和配比以及香气，过程十分有趣，手作感十足。不论什么材料，制作流程都一样，差异在于各香粉调和的比例、所需的年纪和做多少量，怎样才能得出最好的香气就成功了。越高级的材料我们会更谨慎，比如说红土、黑土、奇楠，先试做小量十克试香气，直到做出想要的香气再来大量制作。色素模具是本香堂自行设计开发，是一整组用具，包含色素机、塞香网、压克力条、色素头等等。我们精心挑选古香方十二种课程，样样精彩，欢迎上店品闻，报名参加，与我们一起香去。